非招牌歌曲《热情的沙漠》，人人都能朗朗上口。不过，在197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，却被列为禁歌，原因是歌词里的一声啊，听起来有性暗示。不会啊，那个只是一种表态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我的热情，然后哈，这很过瘾的表态，蛮瞎的。我觉得没有什么色情，因为反正是一个音乐创作嘛。还有经典名曲《给我一个吻》，在当时也因为接吻妨害善良风俗，同样也被禁。妈妈家里请你也保重，查禁原因是因为想妈妈会让国军变成妈宝，丧失斗志。青山绿遍河，何与君再来。耳熟能详的名曲《何日君再来》，谐音变成《何日君再来》，抗战结束，影射日军何时回来。在那个占领区里面呢、日本人很喜欢唱。那结果碰到一个那个作战的司令，就觉得说这样唱还得了，这个是这个是敌人的曲子，如果这样想，所以就把它禁掉了。戒严时期随便一个原因就被列为禁歌，如今再回头看，也让不少网友直呼当年理由真的太瞎。三新闻陈玉姐、王佩华台北报道。